因为明天要拍照，所以今天要提前把指甲油先擦好。好，我现在的行程就是先去帮他借麦克风，然后去买明天要用的东西，然后等他来载我。哦，长两颗超大的痘痘，看起来有够凶。我们现在要去买，先去买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叫逼真的效果。对。然后你拍的第一幕就是他在大便的样子。我 confused。他说包厢室大概就是六个人为一间，可是我发现我们这样五个人就已经蛮拥挤了。现在我们露营车它算是一个包厢的地下室三千元，那我们是可以带外食进来的，然后旁边是我们水跟水杯，如果没有话再跟我说一声。好。清爽。清爽。哎、欸，好喝哎，你要不要喝喝看？他就叫一堆可怕的东西，一堆可怕的东西。对，然后上面插一瓶海泥根。然后他的目标就是要让你醉。对。我超浮夸的，我看他等下怎么干杯，他干就到一整口，然后他可以直接把海泥根先拿起来好了。镜头拍一下吧。哦，超浓的。好了。试试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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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